分享一下今天的晚餐，正宗的越南春卷。我在做他们的酱料，用花生酱和海鲜酱混合一下，再加一点糖就可以完成了。把煮熟的虾切半，然后可以更容易卷在春卷里面。这就是所有的材料，超级多，但是看起来很健康。春卷里面可以放很多材料，我家最近来了两位越南的老太太，七八十岁，但是脸上没有一点斑，虽然会有皱纹，但是脸还是白白净净的。我在想，是不是他们每天都吃这么健康。学一下怎么卷春卷，要按着材料卷才会变得比较紧，我一直都学不会。有时候想不出吃什么的时候，吃一下越南春卷，又简单又健康。就这样咯，拜拜。